由於瞓唔到嘅關係咧，咁啊整咗啲準備整啲大補品俾阿師爺食啦，有 muscle 啦，即係呢啲錢啊，唔係叫做咩啊？唔記得叫咩啊？蟹柳啦，不過蟹柳咧呢啲係咪即係麵粉啊？唔知係咪麵粉啊？啲貢丸啦，啲好靚嘅貢丸嚟噶啊，一包要40几蚊啲靚嘢嚟嘅。呢啲一包都60几蚊靚嘢嚟，即係泰國蝦。我呢個好平，3蚊雞、6蚊雞特價菜。咁三文魚啦，咁啊要煮好快啲部機啦。我買咗超快，3000火，一陣間就啤啤聲。呢啲係貴人上等人食嘅嘢，冇咩特別嘢噶。冇咩特別嘅技巧啊，好簡單嘅啫。你可以加啲蒜頭啦、辣椒啦，一條紅椒已經好辣噶啦。我諗呢、這個pepper 啦、胡椒粉啦，咁呢啲咧就係最即係冰凍咗，最一陣間即係要等好耐先至會熟咯。咁你見到我煮咗成2-3分鐘，咁仲未解凍啊，知道啦。你冇咁快解凍啊！啲雪藏嘢冇咁快解凍。咁啊，呢啲係最後嘅最後即係呢啲最後先至擺落去啦。呢啲蜆啊、mussels 啊，咁啊可以差唔多呢段時間咪落啲咯。咁今日肚餓食多啲，通常朝頭早我唔會咁樣食嘅，因為今日咧。那個虛耗太犀利啊！個虛耗太犀利，仲未必吸發到，所以就要勁啲啊！咁呢麥啲火好勁，你一咁樣一加咧就犀利。呢個點解咁犀利咧？因為佢凹噶個鍋係啊。咁你有興趣咧，可以問咧啊，我就會話俾你聽，淘寶喺邊度買咁嘅樣，信心保證。咁啊，裝我個會員咧。就即係每月支持咯，裝個會員咯。咁啊，你覺得你投資時間係想建設第六宇宙咁啊，投資咯。健康嘅身體煮嘢食，咁差唔多咪又可以好簡單呢啲大嚿冰嘅話，咪擺落去咯。冰鮮嘢雖然就係可能冇咁新鮮，但係都 OK 嘅，因為啲泰國蝦咧，佢雖然係冰鮮，但係佢個質素係好嘅。我揀嗰啲咧，一定係即係青色蝦，唔係紅色嗰啲蝦。紅色嗰啲蝦咧，佢本身已經係好似煮過嗰啲咧，咁啊唔使冇你咁笨噶嘛。你反正都要煮，仲要揀個煮過，煮完之後營養已經唔見咗一半，仲要加埋餸嘅過程咧。即唔好咁笨啦！朝頭早通常我唔會食呢啲嘅，通常食水果咁樣。咁係啦，而家要補一補先，因為我而家到仲未瞓得到，8点钟我未瞓得到，太過亢奮啦！即基本上你係一個掙扎，身體去到一個掙扎求存嘅模式啊！所以那些什麼激素啊、腎上腺啊，不斷衝。那這些技巧呢就很簡單的、你放些菜在上面很簡單，真的沒有技術可言，但是我煮親一些人都會說很好吃的。要做一個人啊，男人呢其實呢，這個叫做內陰外陽，個陽先至可以發到出嚟。即係如果唔識得照顧自己嘅男人咧，佢就唔識得去愛自己嘅伴侶嘅。啊，佢可能會當自己伴侶係奴才。但係你識得煮嘢嘅話咧，這個男人就係樣啦，識得照顧自己，我同埋我煮得好快。有次我工人。即係好搞笑，我啲工人都谷谷工人嚟，佢住呢個星匯啊，即係豪宅啦。
全港最貴嘅最貴嘅最貴嘅會所嘅住宅啦，當年啊，而家唔知啦，星匯4000多元一個月管理費。咁佢做我工人，就幫我清潔嗰陣時做 Airbnb。咁啊，佢話你煮嘢咁快，你一定係好熟悉噶啦，係我好快啊，我做過好多次啊嘛，熟能生巧，冇咩特別嘅其實。咁點解唔擺麵落去呢？因為碳水化合物咧，你咪肥啦。我食完就瞓覺，呢啲唔肥啊嘛。咁、啊、咁樣蒸有咩好處呢？咁你自己調教咯。我諗啲太勁嘅火，佢1000 OK。咁我諗啲蝦肉咧唔好太過腍啊！啊，你見到你已經開始散啦呢啲。咁呢啲菜咧，你自己都知道，我哋佢可能蒸唔夠，咁咪要擺落去等佢快啲熟咯。真係好簡單。呢一煲嘢啊，好過你出邊，你要食出邊啊呢啲啊，起碼兩嚿水啦。屋企煮啊，可能呢度啊，可能50-80啩，50咁大，睇下先。50元應該 OK， 四倍價錢咯，例如差唔多啦，最少啦呢度一定要50啊！有咁多靚筍嘢咧嚇，千山火我研究過咧，呢、這個咧佢係唔著嗰陣時咧，如果冇識種植咧，佢攞300火，因為攞他標他佢，所以我裝咗呢、這個，裝咗呢個掣。自己整的，不過遲啲先介紹呢個新的廚房，第六宇宙的廚房很高級啊！你估唔到我用幾多錢去做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吃得了。咁啊，咪加呢啲自己加啦，調味品啦。咁、啊、我通常咧就會剝爛啲蒜頭咧，加啲豉油，加啲醋啦，咁啊浸落去咧當汁咧，好正，夠啦。